今天10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因为下大雨，记者没有跑去参加记者会。记者在我们这边的协天宫，主拜的主神是关圣帝君。哦，我们谢谢我们的昨天会员陈心妍陈小姐，阿姑，外号叫阿姑，她昨天有汇了会费，给我们688块，感谢她。我们特别在我们协天宫，因为她来不及加入，2期了，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后来打电话解释原因，昨天都有中将，我们那个祈祷她今天能继续中下去。我们希望我们协天宫的关圣帝君及其他的神明能保佑我们的会员新进会员阿姑还有其他的会员，我们牌子都统一的能够今天继续中奖。照理讲我们今天会继续中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有习惯熬过后第二天又恢复到6支牌，恢复到5支牌听清楚咯，今天6支牌听清楚一23 23 07 07 30 30 05 05 10 10这个6支牌踩住的。那你要5支牌连碰就不要用07，就是用05 10 05 10 1105 10 11 30还有另外一支05 10 11 23 3005 10 11 23 30这5支牌连碰，5支牌连碰就是没有包括07我们在希望我们关圣帝君协天宫的关圣帝君能够大发慈悲能够保佑我们的会员，每个会员呢都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家顺利发财等我们中大奖，我们再来回馈我们协天宫的关圣帝君非常感谢我们协天宫的关圣帝君今天降的这个牌，让我们能继续能够过关中奖我们不求多，我们求中2星3星的话是最好我们不要贪心，我们中了2星后，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吃饭呐就可以买点好的菜回家煮。我们不要赌大的，我们赌小的今天又恢复到6支牌160，2、3星的6支牌160，那5支牌是2、3、4星0.14200块钱没有用凹的，就可以开始从一开始，要到第3期第4期才凹，千万记住，第3期再凹2星，第4期再变成5支牌这样凹。我们都有方法的，不是随便让你投资，随便让你赔钱的，我们从不让人家赔钱的，所以我外号叫东方不败感谢我们协天宫的关圣帝君及诸神明。环球邮报轮椅社长兼记者在这边非常感恩致谢。